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宁海荣。春天里，百花争妍，桃花红艳，兰花清幽，牡丹华贵，杏花娇俏，每一株都各有其特点。在这百花丛中，若是没有一点自己的性格，怕是也很难引人注意。但有一种花却独得大文豪苏轼的喜爱，让他不吝笔墨写下很多关于这种花的诗篇。那么究竟是什么花让苏轼如此情有独钟呢？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这首诗。海棠，北宋苏轼。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刚刚朗诵的这首《海棠》是苏轼贬谪黄州时写的。那熟悉苏轼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黄州是苏轼人生的分水岭，因为处境的变化，心境也有所改变。苏轼仕途上的退守反而拓宽了他的心灵世界，让他有机会走进黄州的一草一木，感受自然，思考人生。苏轼居住的定慧院东边，杂草满山，有一株海棠独自生长在这里。当地人不懂得欣赏海棠的美，但是苏轼见到这株海棠时，就将它视为知己，并且啊，常常在这里饮酒赋诗。诗中描述的场景显然是在一个夜晚，孤独的苏轼坐在山上，借着皎洁的月色，一边饮酒，一边与海棠花作伴。夜风袭来，吹拂着海棠，独自摇曳，花香四溢。在月光的照射下，海棠花泛出一种别样的光泽，显得高洁而美丽。四周寂静无声，苏轼低下头来仔细地欣赏。微醺后的他与海棠花产生了一种近乎人类之间的互动，微风、烛光、鲜花、文人，这四种元素营造了一个类似梦境的世界。身在此情此景中的苏轼啊，显得有些痴迷。他开始担心，这么晚了，海棠是不是要睡去了？所以呢，他故意点燃高烛，似乎是在告诉海棠，打起精神来，不要这么快睡去啊。苏轼在这里啊，借用了海棠春睡这个典故，说的是杨贵妃有一次宿酒未醒，醉颜残妆，鬓乱钗痕，不能拜见唐明皇。唐明皇看到后呢，却笑着说，这哪里是妃子醉酒啊，简直是海棠花没有睡足啊。唐明皇将人比作花，但是苏轼却将花看作人。将花视作人，与花对话，可见苏轼此刻内心的孤单和怅惘。这株花对他来说就像是精神世界的关照。在杂草丛生的山上，这株海棠静静绽放，就像是他自己，即便身处这个难以融入的世界，也要像这株海棠一样自爱、自尊、自珍、自赏。在人生失意的时刻，总会从一株花或者一棵草中获得力量，重新起航。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苏轼将海棠比作知己，令我们对如此高洁美丽的海棠产生了许多联想。令苏轼如此钟情的海棠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宋人笔下的一幅海棠蛱蝶图里啊，就细致地描绘了海棠的魅力。海棠一般开放在春天的二三月，在唐代贾丹编著的百花谱里啊，就有海棠之名，并将它誉为花中神仙，称赞它艳而不俗，高雅典丽。我们今天要欣赏的这幅海棠蛱蝶图就十分准确地表现出了海棠的这一特点。一株盛放的海棠自画面右下角呈之字形向上延伸，整幅画面以工笔绘就，既工整典丽又富有生机。海棠的生长方向十分写实，花朵呢面向阳光洒下来的方向。画家还非常用心地画上了几只翩跹起舞的蝴蝶，更加增添了勃勃的生机。最有意思的是这幅画的线条，春风乍起，花朵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叶片也随风轻轻摆动，怎么能把这种将动未动的感觉画出来，那就要考验画家的功力了。这幅画线条的使用松弛而有张力，花朵的繁茂压得枝条略微弯曲，因此呢，枝条的曲度需要更有弹性的线条，而花朵微微张开的感觉也需要用线条勾勒出花瓣的柔嫩和轻盈，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画法，细细的描绘，流畅的运笔，表现却很自如。我们再来看海棠的色彩，粉色的花蕊，白色的花瓣，边缘还似有若无地晕染出了胭脂的色彩。这些花瓣运用的是传统工笔画中一种叫脱白的技法。画家呢，在绢上作画时，会在绢的背面所画对象对应的位置上涂上一层葛粉，以此啊来衬托正面的画技，使它更加鲜明清晰。脱白技法的运用呢，使海棠的花朵更加洁白细腻，也让花瓣尖上的胭脂更加娇艳，生动体现出了海棠那种动人春色不虚多的美感。海棠在中国的文化中啊，代表着一种含蓄而高洁的品质，它花开低调，色泽素净，高雅而美丽，它气韵幽独，香味淡雅，含蓄而隽永。在某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寻一株海棠写一首诗，或许能从夜风轻送的花香中感受到一个花解人心的时刻。